大家好，我们是风火轮技术团队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Git 的整理提交记录。这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Cherry Pick 的使用效果展示。Cherry Pick 主要是被用于整理提交树上的记录。话不多说，一起看看效果吧。本次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 Amy， 我们下期见。